是非，珍贵错对，故事还上演的天花乱坠，入局的人看不清最终的结尾是什么滋味。它是午夜玫瑰，来就一场若即若离真假暧昧，是沉醉是他绽放或者枯萎都高贵。它是雨后蔷薇，来只一次半梦半醒摇摇欲坠，是钦佩是他从容或者憔悴都无畏。最登对他见过他的狼狈，也给他最温暖安慰。生活在琐事里百倍，难免忽然退无可退，可是哪怕看清最终的结果。